二哥，嗯，你出来一下。干啥？你点的外卖？没啊。那这是啥？哪有外卖？不知道呀。那吃吧。要用家超市，你看你是。我吃。你看。吃。你又慢了。吃啊！要想上称就不能悠悠不就？吃。我来快啦啦啦啦啦啦！啪啪啪啪啪啪！吃不吃不早说。咱俩二哥。咋嘴。